嗱，呢场硬仗嚟噶，个个都要出力，互相打配合咧，先搞得掂噶。大白志愿者喺中场，物资传送咧负责喂波，大家默契啲啊，传嚟传去啦，保证唔可以打蛇饼。验核酸打疫苗嗰啲大白啦，嗱，个个都有黄金左右手啊，我哋日日做唔停，唔紧要噶。医护人员啦喺最前线，同病毒啦争取控球权。喺边度咧？志愿者要助攻助手，无关嘅人士啦，想入禁区都难啊！嗱，中前场好落力啦，我哋做后防嘅一定唔可以有甩漏啊！唔戴口罩嘅属于技术犯规，唔单止会影响人哋啊，仲可能咧会俾病毒埋身。平时排队啦，要保持队形啊，人同人太过贴身，病毒咪有位入咯。唔小心啦，攞咗红牌、黄牌，嗱嗱临做核酸啦，着翻绿码先至够稳阵啊嘛！呢场仗啦系难打，但系我哋要有信心啊，团结一致，每个人都站好自己个岗。做足个人的防护，病毒自然就冇理乎了。